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东西，是什么呢？我的泡泡来了，太可爱了不？泡泡，它就是，我还不舍得拆这个标，表演一下。好可爱哦，嘿嘿，耶，小趴趴，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拜拜。